是我跟方程离婚有一段时间了。你们俩该离，你早就应该放过李方程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你是不是我姐啊？我跟方程离婚，你不说安慰安慰我，你站他那一波。你可知我心里多委屈吗？哟，你有什么委屈啊？我看见您跟高飞，你们俩在宾馆门口，哟，那搂着那个亲热呀。 哎，晚上没睡一块儿啊？哎呦，你别闹了！我跟高飞那是因为前一天我们开同学会，你知道吗？我喝多了，人高飞怕我回社里边出洋相，人好心好意在自己的酒店里面给我开了一间房间，我自己一个人睡的。其实我真觉得高飞这人挺好的，对你也挺好的。我觉得啊，他比吕方程配你。你快别提吕方程了，上头条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酒精过敏的人酒驾现在一声不响。 把工作给辞了，把银行的工作给辞了，现在工作没了，老婆没了，家里就剩个孩子，还有个病的妈，你说说看，让不让人省心？必须得把二侠派走，什么事儿都得吕方程自己来干，那他就没有时间出去瞎混了。明天啊，去报社报道，我让物业的刘总给你留了个位置，明天就去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嫂子。萌萌，萌萌，萌萌，披萨好了。 披萨好了，这是你做的呀？哎呦，你怎么又给孩子吃外卖呀？妈妈，不是外卖，是我爸爸自己做的。啊，爸爸都会做这个啦？嗯，好吃，你尝尝。好吃吗？嗯，方正，你可以啊！你这么好的手艺，你让我给你做十年饭。 我原来不做饭，那是为了给你留面子。我怕你自尊心受到伤害和严重的打击。哇，天哪！你这收拾的这么干净啊！萌萌，明天爸爸给你做意大利面吃啊。好。后天的是牛排，每天换着花吃。好。有个叫罗美玲的，你了解吗？罗美玲，嗯。 您关心他干嘛呀？不是我关心他，是他要过来给咱们当副总了。之前，吴春成搞体改，他是咱们集团高薪聘来的海外精英。康明，罗副总，麻烦您让一下，你挡住我通道了。什么通道？你挡住了我的电磁通道。